各位同学好，那个欢迎那个参加那个纳米光电课程。好，OK，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也是第一次的 introduction 哈，就是 recent progress for WBG 是什么？叫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 好 for 电动车。好，我们大概的方向就是，我们这学期大概内容哈，其实会绕着电动车还有元宇宙这两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好，我是郭浩中教授。好，那我同时现在也是鸿海研究院的这个所那个半导体的所长。好，那欢迎大家今天来上这门课。好，那我稍微很快的介绍一下我的这个 background。好，我的 background 呢是，我是台大物理的学士，Rutgers 的硕士。好，然后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博士。好，那我曾经也在这个美国的 AT&T 贝尔实验室做过研究员。好，然后安杰伦公司，还有现在他已经安杰伦已经变成 Broadcom，好，Broadcom 是美国大概第二大的这个 IC 设计公司，好，那它基本上就是很多晶片都在台积电做的，那我也曾经在台积电服务过，好，那现在是阳明交大的这个光电系的讲座教授，好，那这是我历年来的一些得奖的记录，好，那也包括。今年也很感谢蔡总统的接见，好，去中国工程师学会杰出工程教授奖，好，那我们也拿到了科技部的杰出奖，好，然后本身呢，在国际上呢，也是 IEEE Fellow、SPIE Fellow、IET Fellow、OSA Fellow，好，那今天呢，讲到内容呢，我们这学期再强调一次，这学期主要的 cover 的内容哈，会跟电动车有关，还有元宇宙有关。那这个电动车所要的半导体呢，我想大家同学们也知道，就是最近车子哈的订车都要订很久，为什么？因为缺半导体，好，缺半导体。那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内容呢，尤其就是 compound semiconductor 中间其中呢一个很重要的，就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 呢的应用在那个汽车电子上面，好，OK。好，那除此之外呢，今天这门课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会分两个部分哈，有一个部分呢是我有那个请王玉琦博士哈录制一段影片哈，那讲所谓的 compound semiconductor。王玉琦博士是稳茂半导体的前任总经理，也是那个现在的副董事长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凡电台跟那个三立电台一起那个有一个介绍呢，介绍大家什么是第三代半导体，或我们称为第三类半导体的一个节目。好，那今天的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OK。好，那同学刚好那个面临到这个时代。好，这个时代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真的是这个我们都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 COVID-19 出现了。好，那未来呢，其实前几年呢，就这个一些环保人士说，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会造成一些问题。好，那确实也造成一些问题。好，像大家会发现最近的地震频传啊等等，哈，这个整个地球的环保都已经有些问题了。好，那就是在前年呢，就是全世界呢，在这个欧洲哈，办一个活动，好，办一个这个各国领袖办一个活动，就是说他们谈到一个点，就是希望呢，就是能够呢，碳排放呢能够降到零，好，零碳排放。为什么？现在其实碳排放量非常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地图哈，各国呢，其实在这个碳排放上面呢，就是这个都有一些 roadmap。那但希望呢，就是2050年呢，基本上碳排放呢能够碳的排放呢能够降到这个基本上就是零碳排放，好，那比较模范生是哪几个国家？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北欧的挪威，好，那丹麦，好，还有这个瑞士、比利时，好，这几个地方呢，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个能够比较 commit 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哈，因为我们来看哈，那个包括还有这个爱尔兰，还有这个挪威，好，这些地方呢，他们有些天然资源，我们第一个讲哈，像那个爱尔兰或者是这个挪威，他们其实水力或者是天然气啊，这个内容那个就是所在占的发电比例很高。那德国呢是很早他就开始建立太阳能的这个产业，好，OK。然后法国呢是用核能，好，那其实欧洲这几个国家呢，他们的能源呢也是互通的，好，那但大家
共同的这个目标呢，是减少呢用所谓的碳，好来做，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个烧煤炭来产生电力，哈，OK，好，那现在呢，这个烧炭大国呢，当然就是对岸的中国，哈，OK，台湾其实烧炭也蛮多的，好，但你看台湾这个政府这几年推动绿能，尤其风力发电那个。还有太阳能发电，好，那未来呢？其实还有推动一个很重要的点，好，等会大家可以看到如何降低碳排放，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用电动车，好，电动车，好，所以未来这10年呢，大家会看到呢，电动车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好，那本来大家会觉得哇，电动车很麻烦的，不好做，好，又这个又充电桩啊，又什么问题？结果呢，现在发现其实台湾呢做电动车呢是非常合适，为什么？那个我们了解哈，就是大家同学大概都很，我想这个用 iPhone 的同学大概有超过30% 到40%。iPhone 呢，其实整个 assembly 呢，整个组装呢，其实就是靠台湾，就尤其那个 Foxconn 哈，鸿海呢，基本上呢就是主要的这个 iPhone 的这个 manufacturer 呢，就是鸿海在做的。好，那现在的电动车呢，思维模式是什么？就是可能呢，就是有一个。会电马达上面装的电脑，因为大家看到电动车哈，其实不是传统的，我们只要能动就好。好，电动车上面呢，其实是叫做智慧车。好，智慧车。好，那电动车呢，又满足了这个零碳排放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它可以有什么问题？就是它可以让很多电子元件呢，还有一些 AI 技术哈，所以也就提到了就是。3月3号有一个 AI 论坛哈，那个希望同学我已经 pass 给助教，好，那等我助教也会跟大家宣布，就请大家呢都去听一下 AI，好，人工智慧这件事呢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好，尤其那个像特斯拉，好，这个特斯拉为什么？特斯拉人家不是说它叫电动车公司，它叫做人工智慧公司，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不管是电子系、光电系的同学呢，其实未来呢。那个 AI 呢是你的必备知识，好，然后所以我们到时候期末有些报告也希望大家也看一下 AI 相关的一些 information，好，OK，好，所以呢来看一下这个 slide，好，How to reach 这个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的 target 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前几年好，其实那个光电的同学做了很多光电的这个领域呢帮助很大，包括什么？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LED 的照明，好，还有太阳能，还有一些 sensor 呢，其实事实上帮助了蛮多的这个碳排放的减低啊。但是呢，能够大量的降低碳排放呢是什么？就是你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我们要用到 power electronics，尤其那个整个 system 哈，整个 power 的 system 呢是你要大于800伏，好，大于800伏，好，那。这个尤其这个草浅绿色的那个草绿色的这一块哈，这一块是非常重要。那这个电动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sensor 啊，GPS 啊，sensor 啊，然后它有很多 eco mode、intelligent driving 啊，那 entertainment 啊等等这一块呢，都是电动车里面重要的点啊。那我们上课内容呢，其实会希望呢围绕的这些这个相关的点哈，所以我们的智慧座舱呢会用到什么？Micro LED 好，就是等于我们的第一部分就会讲到 Micro LED 好，然后第二部分呢会讲到 sensor 好，sensor 就是 LiDAR，还有就是一些 image camera 那个CIS image sensor 好，这个都是点好，然后一个现在一辆特斯拉要装了8个 image sensor 好，8个 image sensor，那 entertainment 很重要，那 intelligent driving 呢就是等于说要配合 LiDAR 好，LiDAR 好，所以我们大概。这个高频的这个 gallium nitride、silicon carbide 或者 silicon 的这个氮化钾这个材料哈，会用在这个所谓 LiDAR 或者低轨道卫星。好，这些点呢，我想同学上这门课，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这个只 focus，我想很多课好像我们光电子学教的就是很多那个数学啊、很多物理啊等很多导公式。那我们这门课呢，希望大家增加大家的broaden 大家的这个。knowledge 好，那其实我们光电呢运用到很多地方哈，一个尤其像比如说我们来讲这个 sensor 这一块，iPhone 是不是用到很多 sensor？iPhone 里面上面的这个人脸识别 3D sensor 呢这一块呢就是用到很多光电的一些技术哈。OK，
好，那 poly electronics 那边呢？这边会看到的，像 gallium nitride 的氮化钾，或者是 silicon carbide，这很多点呢，也是我们光电人可以琢磨的哈。光电人可以琢磨。那么电池做的比较少哈，可是像有些老师啊，做什么 graphene 啊，或做二维材料，很多材料是很多很多 information 呢，就会跟 battery 有关系哈，battery 有关系。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来 EV 好，或者是它有所谓的 hybrid 好等等的 EV 的市场，整个比重如何呢？好，OK，那个我们来看哈，这个2021年呢是大概现在的比例大概是13%，好，13%其中呢很大部分一半是哪家公司？特斯拉，好，特斯拉去年呢出货大概是。特斯拉去年出货大概是300万辆台，哈，300万辆台，然后它持续会成长。我们到了这个时候，2030年以后，大家知不知道车子会多少台？好，我们一年哈，全世界的车子呢，需求量是1亿台，哈，可能以后会更多，哈。其实那个，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以后车子呢，如果能够自驾车的话呢，其实事实上很方便。好，像我一个朋友在美国的 Uber 好做事，好，他跟我讲说，他 Uber 或者是那个有一家公司叫做 Avis 买了，还有赫兹买了很多特斯拉的车。那为什么？你租了特斯拉以后，你白天停那个，你比如说早上出去玩等等，到下午，那你回去旅馆以后，特斯拉就可以当你的计程车出去用了。他自驾车啊，所以无人车呢这件事呢，或自驾车这件事呢，已经在美国已经在大量的试点了哈。那台湾这边呢，在那个我们交大的台南校区旁边那个台南高铁旁边也有一个场域哈。如果大家有兴趣，未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就是无人车那个比例很大，所以1亿台里面呢，占62%呢，大家会知道多少台？就等于6200万台，好，6200万台，那它需要多少 silicon carbide 的晶片？因为呢，一片 silicon carbide 的晶片呢，大概只能供应3辆车左右，好，3辆车左右，所以它会需要很多 silicon carbide 或 gallium nitride 的晶片，好，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样车子哦，其实这个一直在改变嘛，好，我们从人类从骑马，然后到这个。老爷那个所谓的这个老爷车哈，或者是这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现在的油车哈，那 hybrid car，那之后呢就电动车哈，那电动车这辆是那个红海跟鸿华科技哈去年 demonstrate 的一辆电动车，叫做 Model C 的电动车哈，然后电动车呢，当然除了我们有各种品牌啦哈，那你现在最贵的电动车呢，其实是。那个保时捷的电动车叫台抗哈，如果大家同学我等会也会那个有些 YouTube 也会提供给助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哈。OK，好，所以呢，这个电动车呢，当然现在走的最大的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用所谓的400伏的 battery 好，然后这等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为什么大家电动车要弄到800伏好，800伏，OK。特斯拉充电大概要多久时间？同学知不知道？大概要1个小时哈。然后保时捷呢？如果大家看一下广告，保时捷现在所谓的跟那个奥迪，它所谓的充电系统呢，400伏到800伏的话呢，它大概整个充电系统呢，大概可以减到一半，大概是30分钟左右哈。那30分钟就比较这个愉快一点啦，大家可以喝杯咖啡啊，或做一些这个看看很快的30分钟，其实看看手机滑一滑，大概30分钟就过去了。打打电动，好，这个很快就过去了，好。而且现在这几辆车里面呢，都可以打电动，好，环境都蛮好的。好，然后这个是 Toyota，哦，Toyota 今年推出了13款电动车的原型，好，那未来其实会更多的电动车发现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电动车会从400伏到800伏。400伏呢，很多元件呢其实是 silicon 就可以做到的哈。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特斯拉是非常 novel，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我们像同学有人会喜欢用 Apple 手机哈，或者是用这个特斯拉，他们都叫做科技迷哈。那特斯拉卖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加州，好，美国的加州。为什么？大家那特斯拉也是第一个呢引进了 silicon carbide。到电动车上面去，好，所以它的续航力呢，可以到
由于四电卡板的加入呢，它的充电速度跟续航力都可以大幅的增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OVID-19。好，这条线呢是本来大家预期呢，这个电动车呢还可能时间点呢要往就比较 delay，大概比较晚了10年左右。是这条曲线，就是差不多2060、2070年才会这个占到60%。但现在呢，这条曲线呢，看到大概2050年电动车呢就可以占到了超过50%甚至60%的这个趋势。那电动车呢上去以后呢，会有很多新的经济会出现，就是所谓的共享经济，或者是这个让大家呢能够更可以 share 这个一些电动车或者是AI 等等就会上去了。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动车呢的整个 supply chain。那我们尤其看到什么？silicon carbide。silicon carbide 的 supply chain 呢，我们先从最底下这边，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车厂。车厂开始看一下。车厂当中就是特斯拉。那个奥迪，我们大家同学比较熟的，那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台达电，在这边也是做得非常好，OK，然后那个这边也还是要稍微讲一下，就是有一家大陆公司叫比亚迪，比亚迪他们现在推动也非常厉害，那华为也推动得非常厉害，但是那个华为或者是大疆无人机这边比较没有写，那个大陆跟未来呢一定是。这个中国跟美国呢，一定会分道扬镳，各自有自己的 supply chain。那台湾呢，还是基本上呢，大部分产业呢，还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一点。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上游的哈，这一家公司哈，大家同学一定要知道，这家叫 Bosch，这家这个其实家里有些同学家里可能那个烤箱啊什么有用到 Bosch，这德国的，这叫做那个宾士啊，或者是 BMW 用奥迪，他们用的这个电子元件很多都是 Bosch 做的哈。Bosch 做，那 Bosch 也不是他完全他自己做，他也很多是 outsourcing 哈，所以他就是所谓的这个 Tier One Company 哈。OK，好，那个 Toshiba 哈，Mitsubishi，日本传统上来讲的话，我们所谓的这个电动车或大电机来讲的话呢，最强的国家是什么？日本。德国、美国，还是这三个地方，那当然，这个美国是独大了，那个，但是呢，那个欧洲呢也做得不错，像你现在这次那个特斯拉用的这个元件是 STMicro，STMicro 是易发半导体做的，易发半导体是哪一国公司？同学回去可以查一查，它是法国公司，它的技术呢是法国的这个法国的工研院 spin off 出来的公司，那做的最大的是 Cree 做的最大。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公司叫英飞凌，英飞凌这个没有把它写上来，然后有一家公司叫 Rom 是这个，对不起，英飞凌在这边，英飞凌跟 ON Semiconductor 呢这边都是做的非常非常大的公司，英飞凌跟 ON Semi 都是做的非常大的公司，那 Rom 呢是那个的日本公司，日本公司。那二六跟 Cree 都是美国公司哈，二六跟 Cree 都是美国公司。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那台湾呢这边做得怎么样呢？台湾其实还要再加强哈，台湾这边有些台湾公司哈，包括就是 AP Seal 就是汉磊跟嘉金哈，然后台湾在上游哈，其实机会很大，因为什么？Silicon 的 substrate 就是我们譬如说台积电用的 Silicon substrate，其实现在有几家大公司，包括中美矽晶，它下面有个环球晶圆他们本身呢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supplier，这边就是环球晶圆环球晶圆。那 Silicon 到 silicon carbide，不是说那么 straightforward，但是呢绝对可以做那现在呢红海呢，因为是最大的这个 EMS 的 company 就基本上。iPhone 70%是红海做的OK，那不仅 iPhone 其实像很多那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元件这个或电脑等等或者是 server，其实红海都是扮很大的角色，所以红海是一个很大的出海口。那大陆这几年呢是常常用比亚迪或者立讯来一直挤压红海那这个不过这个红海呢在这边呢，它等于要做所谓的。
集团的策略整合，就等于说它的 component 呢，要有些 component 的话，它这边要推动起来就简单多了哈。OK，好，所以鸿海在去年买下了旺宏的这个六寸厂，好，那主要要做 silicon carbide 的一些这个工作，好，好，OK，那我们这边呢也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是比较这个大陆的。大陆系统公司哈，因为大陆在这上面呢，尤其他在比亚迪啊什么这几家公司，其实也推动的蛮凶的哈。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有些公司哈，像这个 AP World 哈，这基本上它是也是美国的技术，SICC 啊等等哈，这个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大家看一下这页投影片哈，这页投影片呢，其实跟大家讲到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 Semiconductor 这个跟 Electronic Technology 呢，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它的矩阵哈，矩阵就是几年以后会出来，这个是由哪一家公司做出来的，叫 Gartner 哈。那 Gartner 你用 Google 去查一下，也是它是个美国非常重要的这个叫做这个那个商业情报公司哈，它帮你分析了说哦，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时候会起来哈。那他把这个我们所谓的 power 元件哈，大概我们 power 元件大概分类成几样东西哈。第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一般大家最知道就是 silicon 哈，silicon。可 silicon 呢，我们看它的 band gap 多少？同学知道 silicon 的 band gap 就1.12 eV 哈。那我们常常讲 p-n junction silicon 的 p-n junction terminal voltage 0.7伏哈，所以它 silicon 的 band gap 就那么小哈，它所以它能够扛着这个 breakdown voltage 呢。就不有一点限制，好，那但是呢，我们怎么做呢？就基本上就是我刚刚那个这门课的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讲到就是 silicon carbide 跟 gallium nitride，好，silicon carbide gallium nitride 这个交大在这上面呢是很 leading 的，好，我们在这个半导体学院这边有张毅校长啊，张毅副校长，还有这个 silicon carbide 崔炳岳教授，这边都做得非常好，哦，都是两国家四月计划几个 project。那洪瑞华老师就是电子所洪瑞华老师做基业脱三，好，在这边好。那基本上呢，breakdown voltage 跟什么东西很有关系，跟你 band gap 就有关系。好，那同学这样想嘛，好，你如果体那个如果两个人打架，对不对？体重越重的人是不是可以扛的力量越大？那同样的就是你扛电压的话呢，你的 breakdown voltage，你的 band gap 能带越大的话，你肯扛的这个 breakdown field 一定是越大，好，OK，所以呢，gallium nitride 的 band gap 大概多少呢？跟 silicon carbide band gap 大概都是3.4 eV，好，3.4电子伏特，好，在这边3.4电子伏特，所以它能扛的电压呢，一定是比 silicon 好，好，比 silicon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条曲线啊，这条曲线就是 Gartner 呢在去年的那个分析出来，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silicon carbide transistor 呢已经。这今年呢，已经到这边，已经开始往上冲了哈，就是大家已经该布的专利啊，该做的 technology 已经在这边布好了，所以这边没有什么毫无疑虑，就是它会往上再冲了哈。OK，那 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好在哪里？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现在也今年跳过来这边，其实也非常快的冲起来。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呢的 transistor 用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有看最近看很流行啊，就是快充。那个65瓦的快充的那个 power adapter 哈，大家就可以去看哈。那包括140瓦这个是那个 Apple 呢，今年Apple 做很重要的事哦，Apple 做很多事情其实都改变蛮大的。Apple 呢卖手机，结果他不给你那个 adapter 了，不给你 adapter 你要怎么办？你就要去买。好，那你用原来那种这个5瓦的或者是20瓦的，你充电就充到。很久哈，就大家很痛苦哈，所以那个这个台积电哈，去年就跟小米合作哈，然后也跟 Apple 合作，做出了 gallium nitride silicon transistor 的做在 power device 上面哈，那这件事呢做出来以后呢，其实它的充电速度呢就非常快哈，非常快。好，这边呢另外来看一下呢，就是 GaO 哈，GaO 就是刚刚讲的 gallium oxide 呢，这可能 more than 10 year，但它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另外，其实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quantum computing，这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未来10年以后，可能大家会看到不一样的点哈，不一样的点。这个 quantum computing 那个
鸿海这边现在也在开始看哈，那它很需要一个什么技术呢？就是叫做 silicon photonic，好，细光子技术哈，细光子技术。我想那个我们有几位老师开始做 quantum computing，吴志胜老师啊，然后那个 silicon photonic 就周志伟老师跟陈那个周志伟老师啊，还有那个很多不同的老师在做，在赖英杰老师在 lead 一个 project 在做这件事情啊。OK，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所以特性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点呢，我们来第一个就是看它 bandgap，好，我们来看一下，好，silicon 1.12 EV，好，gallium arsenide 1.443，好，gallium arsenide 呢，用它的好处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很厉害，就是它的 mobility 很厉害，好，所以 gallium arsenide 呢，大家用它的 mobility 呢，已经用在什么东西上面呢？我们通常叫 gallium arsenide 叫第二类半导体，好，第二类半导体。这个叫做第三类半导体，这个叫第四类半导体，好，第四类半导体，好，OK，好，那为什么有个那个海峡对岸通常称它叫做第三代，其实会比较误解哈，因为第一代这个感觉好像第一代、第二代、第三、第四呃第一代、第第三代、第四代、第三代好像比第一代厉害，不是这样子哈，就现在所有的产品哈，所有产品多少？上次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博士就讲说，现在 silicon 占了95%，好，你整个 industry silicon 占了95%，其他加起来5%，好，那可是我这样 silicon carbide 会进步很快啊，silicon carbide 跟 gallium nitride 会进步很快，那当然它有几样东西没有算进来了，好，就是 LED 市场也蛮大的哈，然后被面板这个没有算在这里面，好，不然面板呢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面板是 amorphous silicon，所以也是 silicon。所以这个 silicon 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好，那但是呢，silicon 呢，它有它的弱势，就它的 bandgap 不够大，所以它做 power 元件划不划算？它的 breakdown voltage 呢，跟 gallium nitride 比起来呢，差多少？差了10倍啊，差了10倍。所以你要，我们如果要做一个 device 哈，要做抗压力，好，不是我们同学讲说抗压跟 device 要抗压力一样，好，你 gallium nitride silicon carbide 远胜过 silicon，好，远胜过 silicon。那还有一个更强的，就是第四类半导体，就是八。好，那 mobility 来讲的话呢，这个 gallium nitride 呢，mobility 呢远胜过 silicon carbide。哈，为什么？silicon carbide 虽然大家看这个数字很漂亮，可 silicon carbide 做成 MOSFET 的时候呢，它界面上有些点要处理，所以 silicon carbide 真实元件用的时候，大概 mobility 只有50左右。哦，mobility 只有50。好，GA203 呢，它的弱点呢是它的这个。真实做出来 mobility 其实没有那么好啊。OK，那真的 mobility 好，大家注意的 mobility 这个 term 那个，如果大家那个没有修过半导体元件的，一定要回家补一下这个 knowledge，就 electron mobility 哈，它的就是电子推动半导体的 atom 啊，那个推动它的不管是电子或者电子在半导体里面或电动在半导体里面，你能推的速度多快的话呢，那个。就是最后你跟你相关的一个就是 switch 速度可以多快哈、哦，那个所以 gallium arsenide 我要是做成有一种元件叫做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哈、哦，那这里好、哦、这边有一个叫做 2DEG 叫 high electron mobility transistor 哈、哦，大家这个 term 请大家记得哈、哦，我们这门课基本上大家好好的交报告就一定会高分通过哈、哦，但是我们期末还是会期中还是会考个试哈、哦，那。基本知识呢，大家还是要知道哈。OK，好，所以我们来看呢，breakdown voltage 越大，当这个 silicon carbide 其实已经很够用了哈。我要到跟接脱三，可能下一代哈，或钻石要到下一代哈。OK，所以 silicon carbide 呢是 most promising material for EV application，而且它是高散热的材料，非常高的 reliability 啊。好，接脱三散热不好，那但是呢，第四类半导体有另外一个元件叫做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回到前一页哈，可以看到叫做 carbon base transistor。carbon base 大家想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就是 carbon base 最厉害的两样东西，一个叫做 graphene 好石墨烯，一个叫做这个钻石好，一个叫 graphene，一个叫钻石。好，OK，好，那这边有几个 term 哦，大家都注意到啊，这边 embedded AI 这个 AI 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哈，sensor fusion。就是你要雷达、雷达什么，或者是这个什么 sensor 要联合在一起，在车用里面就非常重要哈。OK，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 millimeter wave 这是什么？为了低轨道卫星，低轨道卫星。好，所以刚刚这个这里面呢，那个大家期末的时候呢，我们期等我助教要帮大家分组一下哈，就是我们有些报告，我希望不是每个人，我们用 teamwork 来写报告，不要一个人写报告。我希望大家是能够，虽然是现在网络其实很方便啊，对不对？其实不管好多软体都可以来做讨论。好，那这而且这个我们也希望疫情呢，在今年年中呢就能够彻底的那个就是这个，或者我们要与它共存呐、啊。好，OK，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三类半导体或第三代半导体哈。我个人是倾向用第三类半导体。好，那这个所谓的这边有一个图，就是它有什么 trench 的这个 MOS 跟 silicon carbide 的 UMOS 哈。那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一下。好，OK，好，那个这一块的话呢，就是那个这一块呢，可以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块哈，就是第一个呢，如果 silicon carbide 取代 silicon 当做这个所谓的 power device 的话呢，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好，它体积可以变小，好，那我们原则上哈，就是要做到这个1200伏的这个元件，silicon 其实也做得到，好，它要大很大很大面很大块很大块，这个很大 can 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哪里？很大 can 的话呢，这个它的这个 switch 速度就会变慢，好，那我们其实家里很多东西已经开始用在这个 power 元件，就是所谓像变频冷气啊、冰箱都有用到，所以reduction 这个 size 呢，绝对是有很大的一个 benefit。好，那 reduction 这个 size 呢，还有什么好处？做模组的时候呢，你用 silicon carbide 做成模组的话呢，你体积可以缩小，大概现在可以体积缩小大概43%，好，那小了6公斤。小了6公斤以后呢，那你可以多换你的电池在上面，好，所以那这 power device 呢有一个图哈，非常重要，大家再看一下，就是 R on 乘以 A，就是它的 milli ohm 乘以 cm 平方，好，就是他们这个是横轴是电阻率，好，电阻率，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R on 就是那个它的电阻，好，然后第二个呢 breakdown voltage，他们基本上是成反比，哈，成反比一个点，那 silicon 呢到 silicon carbide 呢？到 silicon carbide 以后呢，它的这条蓝色线其实它的就对 power device 来讲的话，performance 会比绿色线好很多。好，到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silicon carbide MOSFET 呢，它第一个呢 application for semiconductor，其实未来呢其实是会从一更高的技术会从1200伏到1700伏，甚至到3.3 kV。好，那这一块呢其实也是政府。那个我们的科技部哈一直在推动的一些技术哈，所以 EV 快充的技术呢会从400伏到800伏，所以达到呢1700的话呢就有机会了，就是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的目标哈，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turn 哈。那预计呢2025年呢电动车对6寸的需求呢是169万片啊，169万片，这个那个那到2050年呢是多少？不是更可怕吗？2030年的话，如果是5000万台车的话呢，它需要的片数是更大。所以这个产业呢，其实是一个高速 booming 的产业，哈，高速 booming 的产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球半导体的10大趋势。好，那同学这个里面的一些 term 呢，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的话，都希望用 Google 去查一下，好，Google 去查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这块哈，第一个 5G，然后运算边缘化，或者是晶圆制造异质化，异质化是什么？Heterojunction、Heterointegration 啊，是异质化。然后 EDA 走向云端，然后 MEMS sensor 叫做 Data Sensor Fusion，这个是非常重要哈。那 Gallium silicon 取代 silicon，好，这个 Gallium silicon carbide 取代 silicon 呢，这个是有机会哈，取代我们应该是说取代部分啊，silicon 太大了哈，这个 industry 太大了哈，OK，好，而且现在台湾呢是真的是靠这个 silicon 这护国神山，在这个为什么经济只能够发展那么好呢？其实这个做得非常重要哈，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哈。这一块呢，其实跟大家提到，就是未来因为 AI 运量很大，所以 data center 越来越重要哈。那小晶片开放新模式，第三类半导体在关键技术取代细晶，好，OK。然后这个也是加速边缘运算 edge computing 哈，然后等等哈。
那还包括智慧装置。好，所以我希望大家期末的时候能够多收集一些资讯，好，然后来做报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讲的非常好的这个像那个讲说 silicon carbide 或 gallium nitride 好宽能系半导体的优势，好，这些投影片讲得非常清楚哈，就是所有的 key 的 turn 都在这里哈。第一个，宽能系半导体它高崩溃电压，因为它这个是 silicon 的10倍，好，然后它的因为 band gap 很大，然后它基本上能抗电压能力又很强，好，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 key。好，那氮化钾呢，mobility 很高，可以做 HAMT。2DEG 跟 HAMT 这个大家要知道，好，那所以可以减少开关恢复时间，好，那它可以做这个，那高 wide band gap material 它可以承受更高电压，耐更高的温度，抗更高的辐射，好，所以那个卫星通讯的时候呢，这个会用到这一块，好，OK，这个，然后呢，它重要的是低通道电阻，哈，减低 loss，效率增加，好，效率增加，那碳化性能有什么好处？就是散热可以好，那散热体积可以缩小哈。好，然后那个来最重要呢，最后用到电动车呢是重量减轻、高稳定性。好，所以 wide bandgap material 呢，大家跟你提到的时候就是高电压、可以高温度、可以高抗辐射，然后 silicon carbide 好散热好，gallium nitride 是 switch 速度快。gallium nitride on silicon carbide 是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这个 5G 基地台、6G 基地台用的，好，还有低轨道卫星用的这个元件。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wide bandgap semiconductor for power device 哈，所以它这边的另外一个图就是横轴是 megahertz，这个赫兹，好，那这个可以看到呢，gallium nitride switch 速度快，因为它的那个 mobility 比较好，而且它可以做成 2DEG 的 HAMT 哈。那 silicon carbide 呢，在这边呢，它主要用途呢，650伏到3.3伏，所以包括什么？包括太阳能逆变器跟风力发电的这个 inverter 哈，都是 silicon carbide 做的哈，silicon carbide 做的哈。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最大宗是什么？它也摆在它正中间，叫做这个电动车，好，电动车，好，OK，好，那这个。gallium nitride 用在什么？用在 server charger，好，这个 charger 用的非常非常多，每个人至少有两个吧，好，以后这个 charger 至少有两个，好，那个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好，OK，好，来，我们所以来看呢，silicon carbide 跟 nitride 呢是这个非常重要 for future 这个 electron vehicle，好，OK，然后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诺贝尔奖得主 Amano，他介绍这个 gallium nitride 的这个一些工作，好，我们中间上课中间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Amano 教授的 talk，好，会给大家分享 Amano 教授的 talk，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做 gallium nitride 或 silicon carbide 呢，它做电动车上，它可以更 cooler，smaller，greener，好，lighter，那个更 faster，好，那个。这个 toucher 好，这几样东西呢都是电动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 turn 好，所以这个有一个字很重要 greener 好，就是更环保这件事好，这件我们今天发展很多东西，大家同学注意一下，未来10年哈，很多事情是要做到更碳降低碳中和更环保好，环保是我们不是说叫叫口号，这个我们如果没弄好的话，没事就来个什么什么这个。风灾、水灾，这个很麻烦的哈。OK，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大概也介绍一下，其实这个那个，我想有下礼拜上课内容呢，我会介绍一些台积电跟工研院。好，那这礼拜介绍一下这个鸿海，好，鸿海研究院，好，在做什么东西？好，然后而且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有些。最近的一些工作，哈，那其实这也包括我们实验室的一些工作，哈，就包括了 gallium nitride for LiDAR 跟 micro LED，哈，micro LED 是元宇宙用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3月3号，我希望大家有空去听一下 I 那个 AI 的课程，哈，AI 的一些演讲，哈，那演讲都非常好，OK，然后。9月9号，去年9月9号，我有办一些这个车用半导体的论坛，其中包括了就是
Professor Amano 或 Infeeding 易发台积电文茂 Applied Material GaN System 哦 Applied Material 这个 talk 也非常好哦，还有香港科技大学我们有中间有一次课程也会跟大家那个播放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那个演讲内容哦，还有工研院等等顶尖大学教授分享哦，大家有空可以先看一看好，那不过先下3月3号先听一下 AI 的东西，好，谢谢。好，AI 其实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 AI security。好，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有 AI 的话就是人工智慧，可是 AI 最怕什么东西？我们大家同学也看了很多电影嘛，好，包括这个 Terminator 啊，那个我们小时候最红的电影，我老师小时候不是你们小时候，我老师小时候最红的电影叫 Terminator One。好，叫阿诺·施瓦辛格演的。好，那但是你们大概看到第4集，已经那个阿诺已经很老了哈。不过 anyway，就是基本上呢，就是电脑呢会不会被骇客骇进去，这大家很 concern 的哈。因为你说要坐电动车，你电脑被骇进去，你马上把电源拔掉，你开车开到一半被骇客骇进去，就危险的问题了哈。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CN carbide 跟 GaN nitride 呢有什么 critical 的issue 哈？我想今天上课大家可能是第一次上课哈，这个一下要 catch 这块不是那么简单哈，但还是稍微吸收一下，就是 CN carbide 跟 GaN nitride 呢并不好做，好，并不好做，尤其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像 silicon 哈，它 silicon 是叫做那个。Elementary 的 semiconductor 啊，它基本上就是 silicon 好，那 silicon 要产生缺陷呢，就是你可以 control 的比较好，好，但是呢，CN carbide 是什么？CN carbide 我们要做成 4H CN carbide 哈，这是怎么样？一个 silicon carbide，一个 silicon，一个 carbide，一个 silicon，一个 carbon，你要排得很好，好，排得很好，这个东西就有挑战性了啊。你说这个，那个现在这个，我可以举个例子哈，就是这个你说是不是那个？就是譬如说一个男生就旁边一个就是男生一个女朋友哈，有一个男生一个女朋友，他是不是排得那么好？不一定哈，其实有很多女生没有男朋友，有很多男生没有女朋友。好，这当然现在是平权时代啦，都那个就是说有反正就是所谓的这个东西会不会配得那么好？不一定哈，不一定好。那同样的 GaN nitride 呢也不一定好，也不会一个。一个 GaN 一定配一个 nitrogen 哈，那有时候呢就有所谓的 nitrogen vacancy，就是你基本上 GaN nitride 呢是比较容易产生 nitrogen vacancy 哈，为什么？因为你要形成这个两个材料的时候呢，GaN 是比较重的金属哈，nitrogen 是气体，这它很容易飘走。好，那这个 GaN 呢，你要跟它键结呢，而且它们是很强的这个很强的那个 polarization 很强的键哈，就是它们那个这个。那个所谓的阴电，那个吸力呢，要很就是 bonding energy 要很强才能粘在一起，所以那跑掉了，你要补一个东西，你要比如说你说 GaN nitride 做好以后，我硬灌一些 nitrogen 进去，灌不进去，好，因为它的 bonding energy 呢非常大，你要形成 GaN nitride 的话呢，它是3.4 eV，你要形成它的 bonding energy 是相当大哈，那同样的。silicon 跟 carbon 它还是有差距哈，那个 carbon 比较小，silicon 比较大，好，但是它比那个 GaN nitride 好一点，GaN 很大颗，好，nitrogen 很小颗，所以他们这样子的话呢，他们都会有一些缺陷。那缺陷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检验？好，那检验呢，其实现在有很多技术呢会用到 AI 技术，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好，那所以呢，车用半导体呢，那个这一块呢。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很好，可怎么做呢？这块 CN carbide 的基板呢？这个，而且呢，为什么大家同学说，哎，我们不是都12寸厂了吗？为什么 CN carbide 在做六寸？好，做六寸，因为它的要做成12寸的单晶呢，非常不容易。好，所以 CN carbide 呢，要做的高品质、缺陷少的基板呢，现在是寡占市场。你可以看到呢，大部分的最大的公司呢，还是 Cree 跟那个26，好，还有 SiCrystal。两家美国公司，一家日本公司，哈，基本上还是控制在美日手上。那尤其为什么 CN carbide 会控在美国手上？哈，因为 CN carbide 之前呢用的很多需求呢都是用在军火工业上，用在飞机上，用在坦克上面。好，那全世界这个
那个国防工业发展最强的国家是什么？大家不用讲哈，就是美国哈。当然，这个二次大战前呢，德国跟日本是还蛮厉害的，但是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呢，其实最强的是美国哈。那其实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法国也蛮强的哈。可能大家知道啦，因为那个幻象飞机是法国的嘛，哈，所以那个还有 Airbus 是法国的，所以法国在这上面也有一些能力，哈，OK，不是有些能力，蛮强的，就是我们说 STMicro 就是法国的，哈，OK，所以高品质的 silicon carbide 长晶技术是非常重要。那中间呢，其实关键原材料呢都要这个很纯净，哈，尤其这个晶种、干锅、粉末，哈，我们做半导体的点呢，大家都会知道原材料很重要，这些原材料呢。很多是掌握在哪里？掌握在日本的手上。好，OK。此外呢，缺陷检测技术呢是非常重要。哈，缺陷检测技术，我想我们那个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呢，会也请同学分享一下，就是有几位那个博士班的同学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缺陷检测技术。哈，大概可能有1个小时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基本上呢，这个缺陷检测技术呢，一定要配合 AI 的技术啊。那你配合这些技术以后呢，能够找到所谓的，我们就要把东西呢分类，就是所谓的 divide and conquer 哈，就你要分类它以后呢，知道它有些哪些缺陷哈，哪些怎么样的缺陷会造成所谓的 killing defect，不然你拉出来以后，这个有些缺陷呢，其实不会怎么样哈，就是比如说真的只少一个 silicon 旁边少一个 carbon 还好哈，它的要到很严重的状况下，就是某种严重状况下，它其实 device 还不能用，不然的话你这个一个6英尺 wafer 里面呢，如果是那种所谓的少掉一个 carbon 那种 point defect，其实真的上千颗哈，上千颗，你或者是一些 particle，其实上千颗，那你说这元件不能用，那你的碳就非常难做了哈。OK，好。那 silicon carbide 呢？另外一个，它两个点啊，第一个，它掌晶温度要非常高，好，那大家想想看嘛，你要跟钻石烧在一起，是不是很高温？它叫做 PVT 的掌晶法，哈，生产速度很高很慢，它一个周才能长2公分，然后拉这个 silicon 的单晶棒呢，2到3天可以拉出2米的，好，2米，好，所以 silicon 单晶棒呢是相对好做，好，但也有门槛哦，也不是说随便做哈，那这个 silicon 单晶棒呢，现在全世界掌控3个单位，好，第一个日本，第二个台湾，第三个是德国，好，第三个德国，全世界就这3个单位来做这件事的 silicon 单晶棒，好，OK，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车用半导体第二个问题呢，silicon carbide 的制程呢及可靠度，silicon carbide 的制程呢。比 silicon 严苛很多，因为它有点已经像钻石了，好，所以你要做切割，silicon carbide 是非常硬的哈，所以要做 trench，就是基本上的会衍生一些可靠度问题，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点哈，包括离子退火跟热离子布置哈，这个也是半导体里面一些 term 哈，那个叫做 ion implanter 哈，那 silicon carbide ion implanter 跟 silicon 比起来，它还是比较 tough 一点，还是比较 tough，因为你要把它们 implant 进去，然后又 implant 又会破坏结构哈，所以你要热退火改善它的 recrystallize 哈，OK，所以它有它的难度。第二个呢，silicon 上面做 silicon dioxide SiO2，其实是先天上的一些很好的、很天然的 silicon 上面变成。silicon dioxide 是很自然的现象，哈，OK。但是 silicon carbide 呢，上面做 silicon dioxide 的话呢，常常呢，因为 interface 没有处理好的话呢，它的 mobility 会被影响到。就是它，譬如说我 source 到 drain 哈，这边哈，source 到 drain，如果这边有些 roughness 的话，我的整个 switch 速度会变慢，好，整个 switch 速度会变慢。那 change process 怎么样？因为 etching，你最后还要做好 passivation，不然你可靠度就有问题，哈，OK。好，第三个呢，那个问题三呢，就是 gallium nitride silicon 这个大面积的累积呢，是否具有成本优势，或者因为这个晶格不匹配，容易产生缺陷？好，那为什么呢？那个高品质的一直累积技术呢，其实也不简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高品质一级，它 gallium nitride 跟 silicon 呢，latest mismatch 呢，超过16%啊，超过16%，所以你基本上呢，你
盖上去以后会产生很多 defect 哈。那像我们来看它的 buffer layer 大概就十的八次方的 defect，到了上面呢大概有十的五次方 defect per cm 平方。那这块我们需要很好的一个 technology。好，那第二个呢，当然工程基板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像所谓的这个 SOI 或者是所谓的 QST，好，这些都是工程基板，可以让这个 gate nitride silicon 呢可以大幅的这个 improve 它的 performance。好，那大面积的这个低成本的 gate nitride 基板呢，这一块呢还是很大的挑战啊，因为刚刚讲 silicon carbide 的基板那么难做，gate nitride 基板呢通常是 HVPE 长的，HVPE 长的，哈，它还是不容易做成大面积的这个基板。好。第四个呢，这两个元件不管 silicon carbide 跟 gate nitride，他们重视的就是可靠度，尤其大家用在车用电子，它不仅可靠度，还有可信度哈。你可靠度好，那可信度要够好。那所以这个图呢，哪个单位做的那个可靠度跟可信度，大家最相信？大家同学知道，日本人跟德国人做的啊。这个日本的元件呢，因为你买车子就知道哈，买车子你最信任买哪一个公司的车子，就是双 B 跟这个 Toyota 或 Lexus，对不对？因为它的可靠度跟可信度可以最好。好，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可靠度这个点呢，基本上你要做很好的判断。好，那像它这边有很多这个的 device 如何这个来看它的可靠度等等。好，这个有不管这 voltage current 或者 current voltage 或怎么样，好，然后还有振动，还有你封装模组等等，好，所以在比较来讲的话呢，这个我们其实最可靠的是什么？最可靠的是 silicon，好，silicon，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reliability 等等，silicon 是最可靠，但是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呢是不如这个所谓的 silicon carbide 或者是 gallium nitride，好，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可靠度的验证标准、参考指标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缺陷捕捉分析能力。第三个元件失效的机制厘清，好，都非常重要。好，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车用半导体的五个重要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要封装技术优化，用在 gallium silicon carbide 跟 gallium nitride 高频、高压、高温等等，哈，高频、高压、高温的操作下，好，那而且呢，你的这个整个封装呢，要注意到低热阻的结构符合 AQG2324，好，这个一定要符合。那最重要能够做出可靠度跟可信度，好，可靠度跟可信度。好，那我们来看看 defect 的 inspection 呢，在 silicon carbide 这个可能要另聘一个小时来分享哈。不过现在可能先讲一下啊。OK，好，这个就是 silicon carbide 呢本身呢。它一些检测技术，这边有所谓的破坏性检测跟这个非破坏性检测，哈，OK，那这个 PO、CO 基本上就是还有 X-ray，好，PO、CO、X-ray、SEM、OM，还有所谓 OCT 等等的这一块呢，就是所谓的 silicon carbide 的检测技术，好，检测技术。那所以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还有 defect image 的 capture 啊等等，这个需要用 AI 的一些技术，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呢。那它有好多种，会分析出好多种 defect，包括这个 stating fault，好，stating fault，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hexagonal 的这个 defect，好，或者是 scratch，这也是 plating 造成的，好，那还有那个 threading dislocation，还有 triangle，还有这个 carol，还有这个 propagate 的这个 stating fault，好，这等等，这是。它，我们要这个在一个 wafer 里面哦，大家可以看到，大家看，哇，吓死了，这里面这么多缺陷，可这么多缺陷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triangle 跟那个所谓的 stating fault 或 carol，还有这个 threading dislocation，这个叫做这个是一定是 killing defect，这个穿上去这种一定是 killing defect，好，OK，然后那个因为它整个你要做那个高压元件的时候，它会从这边就打穿进去。这个 threading dislocation 是最讨厌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这个是从 KLA 好一家美国非常重要的公司叫 KLA Tencor，它可以做出triangle，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stating fault 好这个，或者是那个 micro pipe 好等等好这些 defect 呢，可以从这边可以判断出来好。那这些 defect 会造成什么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哈。OK，好，
像这边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 MOSFET 来看的话呢，这个 standing fault 的话呢，就是 breakdown voltage 会变低，好，然后所谓的 carrier 跟 triangle 呢，都是让 breakdown voltage 变低，好，那 breakdown voltage 变低，你的这个 device 就很危险了。好，vacancy 呢是 lifetime 变差，这个 deep vacancy 呢要看这个会有发生什么事哈，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这种 micropipe 这种穿下去的，或者是这种脱衣型的，这三种是会很 dangerous 哈，就是 device 呢有这种缺陷是非常非常紧张，好，非常紧张。那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呢，它这边就分类几样东西，就是有所谓的 non-killer 跟 killer defect。所以 killer defect 是什么？最大的一种叫 micropipe 啊，这个。就 micropipe 一通这一块，然后呢，triangle 跟 carrier 呢，基本上也会死，好、哦、也会死。standing fault 还好，它是 breakdown voltage 降低，但还好，好、哦、OK，所以它是 non killer，可是它是会降低你 device 一些 performance，好、哦。然后 vacancy 其实还好，vacancy 这个，所以我老师刚刚讲到，就是说真的 silicon 旁边少一个 carbon 或 carbon 旁边少一个 silicon，这个还好，好、哦、还好，OK。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 gate oxide 的 reliability 呢，就是刚刚讲到，就是像这个 latent 或 scratch 呢，会造成 gate oxide。gate oxide reliability 出问题，这都是所谓的 killing defect 哈，就是 gate oxide 下面哈，就是你要那个 MOSFET 的 gate oxide 下面呢是电压非常大的地方，所以如果那边有 reliability 问题，就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未来的这个 concern。好，所以呢，其实。Future work 呢，就是除了就是 find 的 locate defect，然后呢 defect inspection，然后呢你要 analyze defect，所以你要 divide and conquer 好。好，divide 的就是你要分类学好。那分类学呢，最后呢能够希望能够用 AI 做检测好。这个整个流程呢是希望这样做好。整个所以 AI 呢在这件事来讲的话蛮重要的啊。所以 AI 其实在 A 就是说我们叫做 AOI 现在是什么？现以前这个靠人眼看的嘛，然后现在是靠机器看。机器看，那人眼看到这种东西，他自己有判断啊。哎，他要这个 lookup table，我人眼看到这个 defect，他会去对说，哦，这是什么 defect？好，人眼看的，这个很耗力啊。好，那我们现在用 AOI 看到以后，他就分类，他有个 database 去做人工比对，然后就知道说哪些是 killing defect，让你。passing 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块能不能用，或哪一块不能用，好，就是这一块，好，所以 AI 呢取代到很多人眼睛做的事情，包括医生，好，医生其实医生如果看到什么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什么 defect 的话，他其实也是 divide and conquer，他也要分类学，对不对？医生为什么以前一定要第一志愿，现在还是第一志愿呢？好，为什么要智商那么高的人去当医生？他记忆力要很强，他基本上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马上有一个 mapping。哎，这个东西到底是可能是什么 defect？他马上要知道这件事情。好，那同样的那个这件事情呢，以后慢慢让 AI 来帮忙做一些事，这些事情，尤其像他们非常复杂的图哈，像 MRI 或者是这个断层扫描这些里面的很多 image 的 information，以前医生真的很辛苦，医生要花好很仔细看那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微型的一些那个变异哈，因为。人的如果生病啊，或者什么，有些这个裂化啊，或者是有些 cancer，可能都是很微小的 different。好，那今天 wafer 检查还算简单，wafer 这个好的地方就亮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有些洞。好，那人的这个组织里面更是复杂。好，而且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扫出来 image 都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Gate nitride 呢？我们会有专门的时间呢，专门讲 Gate nitride，也专门有时间会讲 LiDAR 哈、哦，这个大家分享一下哈、哦。OK，还有呢，那个最后会讲一下 Micro LED 哈、哦。OK，好，那所以 Gate nitride 呢跟 Silicon 好、哦、说哦，同学说 Silicon 速度很快啊，老师这样讲就有点怪了哈、哦。但是 Silicon 要 driving 很强的镭射光的时候，它要高电流 driving 的时候。它没办法快啊、哦、，silicon 快是平常是靠什么快？靠 gate 的缩小，那个速度可以 switch 快，可是它 breakdown voltage 差，它 handle 高电流它有问题。那这时候呢，交给 gate nitride，gate nitride 呢 mobility 呢又赢它，好、哦、mobility 又赢它，然后呢这个耐热高压呢又赢 silicon，所以呢，如何让光达呢看得更清楚、更快、更远、更清楚，
就是 gallium nitride 啊、哦，所以 gallium nitride 呢，它的本身呢运用也非常广，就是 UBS 这个 EV HV 这一块哈、哦，然后还有 power phase charger 这个大家现在已经用上了哈、哦，现在用了 phase charger 以后就会走回不去了哈、哦，就没有办法用比较慢的这个 charger 哈、哦，然后还有呢做所谓的 wireless 充电好、哦，然后 LiDAR 这等等哈、哦，那个 data center 好、哦，那这个交通大学在这上面是这个 leading group。好，那 LiDAR 呢 on chip 呢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的 project。好，那我们基本上呢希望就是能够越做越小，或者做一些整合，就是把 laser 呢跟这个 gallium nitride 呢，所以我刚刚有说一直整合呢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方向。好，那整合起来呢做得很小，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就 cost 要降低。好，现在 LiDAR 呢这个像现在的这个 core energy 或 very 的LiDAR 呢都是好几万美金，好、哦、一两万美金，所以在车子呢，一台车才多少钱？一台特斯拉的车子现在 Model 3的话是150万，好、哦，那你有一个 LiDAR 的90万，这不可能的事情，好、哦，所以这个马斯克呢就说这个现在他不考虑 LiDAR， 但是呢，如果这个变成几百块美金的时候，会不会用？我觉得就大量会用了，哈、哦、，OK。好，所以 gallium nitride 呢来做这个就是一个截面图，就 gallium nitride 的 HEMT。我刚刚讲到就是 2DEG 就 two dimensional electron gas source 跟 drain 呢，它的 mobility 非常快哈、哦、，mobility 非常快，而且这个界面 aluminum gallium nitride 这个界面是用累积累出来的哈、哦，累积累出来，所以它不会有这个 scattering 的问题 ，scatter 问题比较小，不能说没有啦，好、哦，它 scatter 问题比这个 silicon carbide。的silicon跟 dioxide 长在 silicon carbide 上面好不少哈、哦。OK， 那我们来看呢 gallium nitride 的这个优势呢，第一个更快的开关速度，更高的功率输出，更小的元件体积。好、哦，这个就是这个 gallium nitride 呢，如果用这个用在这个 HEMT 上面的，gallium nitride HEMT 用在 laser driver 上的一些优势。好，那它本身呢，其实可以看到它是从它的 gallium nitride 长在什么 silicon 上面，所以像这一块呢是 iMac 做的6 inch 哈、哦，那现在已经大家可以到了8 inch，Intel 今年推出12 inch 哈、哦，所以 gallium nitride 长在 silicon 上面呢是可以做到12 inch 哈、哦、，12 inch。好，那它基本上呢有些动作呢就是 buffer layer， 然后把这层也是 buffer layer 哈、哦，它主要这一层就是 channel 这一层 ，channel 这一层。那大家同学说，哎，看起来很简单，可这中间有一个buffer layer 跟 trace engineer， 好，这个东西做得好的话，你后面的速度才会快，可靠度才会 OK。好 ，OK， 那这块呢，大家看了，哎，这个东西到底可靠度 O 不 OK 啊？这从 silicon 拉上来，我刚刚有讲到十的八次方、九次方的 defect， 好，拉到上面，其实我用一些 trace energy 的这个，还有这个 buffer layer 的做法，其实到了这上面，大概就只有5次方左右。五次方还是蛮严重，你从表面上看下来，其实它的 defect 还是蛮多的哈、哦、，defect 还是蛮多。那我们右边这个就 on silicon， 左边是 on 这个，就应该左边是 on 300，好 on 300，其实 defect 都还算多，可是我们可以 management 它，好 management 它，就是基本上扫完以后发现哪些 defect 是 clean defect， 好、哦、这个美商 KOA Tanko 做这件事还做得不错。好，所以 reliability 呢，这个。For gallium nitride 呢 ，power 或 micro device 呢，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我们基本上呢，它是 novel structure， 那它是因为它操作还是高电流、高电压，好，所以你基本上做这件事呢，还是要非常仔细做。所以像 TSMC 在这个 gallium nitride silicon 呢，做那么成功呢，其实它花非常多功夫。好，这是交大的一些工作。其实这一块呢，可以看到这是 RF 的 device 啊 ，RF 的 gallium nitride device， typically using conventional gold base 的这个 mimic 哈、啊。那现在在发展很多是 gold free 的。gold free 呢，为什么跟 silicon 的 fab？大家注意哈、啊，就是 silicon 的 fab 是不喜欢有 gold 的，好、啊，不喜欢有 gold 的，好、啊，那个因为有 gold 的话呢，它基本上呢会有些 contamination 的 issue 啊。啊，这是交大这个张毅教授的团队做出来的结果。好，那我们来讲 RF 的 GaN 呢，这块也是会我们上课中间会提到哈，主要的用途呢就是 MMIC IC 和未来的低轨道卫星，还有现在我们 5G 的基地台都已经用到这些技术了。好
OK，所以呢，未来呢，其实半导体呢，不断的要持续进步，高密度。好，那而且呢，可以看到未来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哈，这个我们的2020就是所谓的异质整合，就是 silicon 我们的第一类半导体、第二类半导体、第三类半导体要做整合，好，整合把不同的功能的元件整合到一个的不同功能的元件呢整合起来，好，这是未来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工作，好，我们希望我们的一些成果今年会再分享给各位同学。OK，好，最后呢，其实 gate natural 的 micro LED 也是一个所谓的异质整合技术。好，OK，那大家看到，其实未来呢，其实是所谓的这个智慧座舱，哈，智慧座舱，它其实很多这个像这个很多抬头显示器啊，这个 display 啊等等，一直会进步很多哈。那个这个尤其像这个 micro LED、mini LED 呢，已经大幅在使用。好，所以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micro LED 的这个 term 或者 mini LED 的这个 term 哈。那它其中呢，尤其 micro LED 呢，它能够做到这么高解析度、那么好的这个原色呢，它用到什么东西？用到了量子点。好，量子点。那量子点 TV 呢？其实大家的同学都知道，就是三星有一个叫做 QLED TV，对不对？量子点 TV，大家听了，哎，到底什么东西？其实量子点呢，就是所谓的26组的材料，或者我们最近很红的 perovskite 的材料，哈，像陈方中教授在做的 perovskite，哈，就是这个我们整个，我想很多同学现在最近都在这个忙着做一个计划，就是 SRB，我们那个有个智慧显示专案，好，那个交大在里面呢，play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能够做到什么？就是做到。把 micro LED 呢做到 AR 眼镜的一个应用，好，那这个那它其实宽通道的色纯度高，发光挑波长可调，窄半高宽，高发射效率，吸收波长的那个广，好，OK，好，那我们这一块呢，我想有机会讲 micro LED 的时候也会跟大家提到，好，那我们这次实验室跟耶鲁大学韩仲教授一些合作，好，那我们采用了所谓的。高精密喷涂机啊，然后配合所谓的 nano porous 技术呢，做出来很好的。那最后还要用到 ALD 的 passivation，做到很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micro LED，好，三合一的 micro LED 的技术呢，就这样子做出来了。好，OK。好，那我们中间呢，其实要做出这个配合 nano porous 呢，我们做出了所谓的更高均匀度的这个那个 LED，好，就包括绿色跟红色。那其中呢，发光均匀性呢，因为 nano porous 的帮助呢，可以变得更好，而且它的这个所谓的色转换能力呢，因为 nano porous 的结构呢，也大幅的提升。好，那这个我们在讲那个 micro LED 的时候呢，再跟同学分享一下。好，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实验室呢，能力大概可以做到10 micro 以下，好，然后那个甚至可以做到这个5 micro，好，那再小的。那个公园有些结果，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最后 summary，好，OK，所以宽能系半导体呢，在车用电子的应用发展呢，对台湾延续半导体产业影响力呢，有必要性跟及时性，好，属于利基市场，好，共同解决车用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那个重要问题呢，需要产官学合作，好，然后那个一起打造护国群山，那一直整合呢，不仅是半导体，好。产业产学研呢，也要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黑桌 integration，要找到 bad junction for function 哈，桥接其知识跟资源。好，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是一个 teamwork 哈，所以我老师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希望这门课其实大家是有分组，然后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分组讨论。好，分组讨论就期末的报告其中的一些 homework。好，那所以 homework 呢，等我。大家在那个最后的时候可以看这个，好，这段可以大家一起看，或者是说你们回去看，好，那基本上有几样的都跟电动车5G 有关系的，好，OK，好，那等会有一个很重要的 talk，请大家一起听，好，然后那个这一块的话呢，我会在期中考有些内容就会提，好，那我们有些纸本的 homework 可能也会提到作为 compound semiconductor，好，那这个王玉琦博士呢是文茂的前总经理，现在文茂的副董事长，OK，好，谢谢，那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那个看一下这边，好，OK，好，谢谢。